一上场，我记得在赛季前半段是 carry 整个队伍在走的。哦，这一直完全绕过眼位哦，球果绕过眼位，直接到下路来要来 gank， 反而是白虎队先开始进行进攻，舍得身上被套的虚弱。 马扎虫子咬了他半条血量啊！哇，配合红 buff 这边让 Unify 打出了首杀，就要倒下了，闪现都懒得交，全部扣着，放弃了啊！不对，就是看透了 Unify 塔下，哇！被致命扶贫跟左边击败给绑住。咦 ，Betty 会比较早上 field， 因为 Unify 少吃到一只炮车，那个其实差非常的多。但是看起来没有等哦，蛇蛇直接闪上去闪绑，致命扶贫定到 Score， 哇！ 不需要卡萨，对，哇 ，Scout 这个闪现我觉得反应是有点慢呢、啊。而且龙兽从后方游过来了，心理扩张开始射 Unify 哦，后方 B 是被清一清，这个 B 线推到塔下的时候就是 Unify 死期 ，Unify 觉得好惨呐、啊，哇！面对死期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被一脚踢到墙上，两段的 Q 伤害收下爱惜人头。这里的话他还会再被打一炮。那看一下上路哦，格雷夫是要反向去侵入上半部，对，迷蛋也在爆了，呜、哦！ 好凶哦！这个闪 Q 想要打出回火的伤害，但是利用红 buff 持续黏着，需求溃散，再配合上大绝龙神虎斗，砰，把轰掉了咪咪蛋。但是这可能一波伤害灌下来，其实现在龙兽是比较少数中路还会带光盾。嗯，现在光盾就慢慢有。哦，但是看到 Maple 这边中了魔神剑，再被左尾握住，配合上 Win 的伤害一步。嗯，因为慢一步，你看现在抓到大部分，现在是卡萨被抓到了。 他才被迷虎之握给握住了，这就是马扎恐怖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Scout 这季感觉是慢慢有长进哦，还在蹲哦，还在蹲哦。咪咪蛋这边怎么走进来就危险，哇！但是这个感应直接丢了一个扭曲树精，掌握到位置扛压了，没有问题。啊！中路咪熊被抓到了，致命绽放敲起来，但是同时也在倒下前是换掉蛇蛇，而且前面护驾帮挡。What？ 最伏兵在定到 Win 的侧边 ，Maple 已经开启心理扩张到来，狙 P8 来缓到了 Win 的魔神剑，命中了迷蛋，同时间利用迷虎之握牵制 Maple。写的渴望了，应该不是吧？就是这个是从打稳的打。哎，这魔神剑出手撞到蛇蛇 ，Win 的位置有点危险哦。Score 在闪现上硬绑，哇，先带走，配合上龙正虎斗伤害，而且卡塔是瞬间没血，最后一下杀进万象烫死了他。这侧边 TP 进来的迷蛋绑到 Unify， 这个光影一喷，把 Score 往后喷之后，心理扩张开始做输出啊，毕竟也来了。 哇！炸开了，配合上华丽羡慕先收掉两个人头，再绑到了 Mission 位置有点危险哦。而且 Maple 他的输出位置掌握的很好哎。可是咪蛋还是倒下了。哦，闪现上来直接硬敲强中击，把 Maple 敲在地形上面，被弹了回来之后，身体旁勾到 Maple 再定身。Mission 后方带着球过来，要倒了，要倒了。走位躲过了心勇，徐克善推到，但是贝蒂闪上去 AQ 第二发。 再一个自封闭，哇，左扭右摆，现在帮助 Maple 掌握到了一些喘息的空间。新勇再晕到了尼诺，要拉开去，哇，可惜中钩了。哎，没死，还没死哦，还在撑，还在撑。Betty 在帮他挡 ，Q 勇再度晕眩到了尼诺 ，Betty 在前面帮他挡。逐渐炫舞手雷，哇，最后一下普攻射出去加300，哇 ，Betty 好秀啊 ！Mission 左定这个尼诺，哎，哇，这个 Scout 被制裁了，关键的。 可以考虑。而且这边 TP 亮起来，反而是 Fireball 想要先来开打，闪现上去，将东西敲在贝蒂身上。咦，他刚刚技能。哇，这个闪现也白缴，大学也没。可惜是没办法开哦。但这边转头，哇，水箭命中咪咪蛋，虚空。冥府座直接把咪咪蛋留在原地，在一个虚弱溃散推到墙壁上之后，被对影回了一点伤害，跟这个具有勇气的护盾真的是蛮坦的啦。我好久。好坦哦，好坦，这么坦，很夸张。而且现在我觉得 FB 的血量有点低啊，我不觉得他们敢吃巴龙哎。这个跟上一场怎么看起来像 replay 啊？有点交换的感觉哦。在玩捉迷藏啊，这看起来是。哇，这是卡萨这边，古少林命中了，盾的踢上去之后呢，把他踢到下巴龙窟，但是为了终结巴回的血量，还是被李信给拍死。 这个在野区部分，因为他们可能没想到闪电解哦，现在看一下这波闪电上去了，超能解放，蛇蛇不见，绑住有人要解，只是侧边的 Maple 看起来是被 Wind 给抓到了，他不敢进草丛，我觉得味道怪怪。哦，抓到咪咪蛋，徐坤他推到咪咪蛋，咪咪蛋位置有点危险。虚空召唤在沉默他之后呢，但是他现在很大，开启反制漩涡，在前方扛伤害，强助力把他敲起来，再配上格雷夫的大绝伤害，但这边蛇蛇大绝弹起三个人，后方开启滑一线，一发一发射过去。 Score 感觉倒下了，尼诺赶紧到前方帮扛哦。大家走，1、2、3，木头人没事，打了没动，活着下。这边李信也是 Q 了一场空，两边在互相交换空气之后呢，这边会不会开打？格雷夫绕到了背后哦。我水箭转好了，随时可以出手出钩，勾到了咪咪蛋，又是咪咪蛋被勾到了，制服饼被定到了后方的 Mission 中，哇，卡塔继续想要踢，把 Mission 踢了出来，直接打中了下蛋。 Betty 这边一发轰掉了他的米蛋，还在前方扛开起反噬漩涡，非常的坦哦。尼诺整勾塔回家，现在持续被做追击制服比，再定一次是要直接来打坦了。最后一下米蛋闪上去，把配合上李信的 Q2 伤害，但现在拆掉是在人家塔下打、啊，哦 ，Betty 伤害好痛哦，不得被打着跑，不得直接角色闪现，不然会出人命哦。进化他。 那有时候很难判断了，因为你不知道后续人家会出什么招。可是你的 Karsa 那个 R 闪是其实可以净化掉的，对，就是你被踢的时候，你净化就可以闪现，嗯，就可以做一些位移了。这波真的非常漂亮、啊。哇，这一波呢，看一下 Wind 有没有机会偷到巴龙啊？他身上有闪现，有大绝，这边重击是赢一等的、哦，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哦。他上面被野外给看到了，他这边物弹明在上面直接绑住，哇 ，Wind 血量不够，被 Karsa 给踢掉了。下方的贝蒂开始滑了谢幕。 一发射在Unify身上，第二发、第四发，哇，1414，先收了一个马扎。上方的 Maple 再开启了这个新勇，啊，闪现没有对到，躲过了 Mission 的虚弱溃散。啊，大绝也没按出来。Betty 现在是直接上吊硬骑了，要硬骑 Mission。喂，啊，这别超了，解放掉，后方尼诺 TP 来，辛多拉也倒下，还可以再抓蛇神，有没有机会把蛇神打掉？这个护盾拉起来，理性护盾把蛇神给救了起来。最后一下可以再等一，啊，一刀了，一技能是收下了伽罗。 但好，哎，咱那样打团也是，真的是精彩，真的是精彩。我原本以为 FB 这个团应该是有机会直接赢的，不是每天都可以骑到李信遗体上，但是前面明玉蛋，魔水箭之后逼出他水头带，所以他进化来不及解这个冥府之后，但是突破大绝一突，尼诺没血，除了这次拉起来之后，还是尼诺反打，他妈勾到了卡萨，而且上方明玉蛋身上煞星幻象，还有利用被动回血下，这 Unify 被定到，一发两发手吗？三发。 是进场有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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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成功的阻断最后一发华丽谢幕，到这条龙为止。Fireball 是把整个比赛全部龙拿下。我们看一下中路这波精彩的重播，来看卡萨，听到哦 ，Mission 是被致命伏笔定到，卡萨回来，哇，有进化感，是感觉时间有点慢呢。对，而且 Betty 因为出了这个 IE 的关系啦，他那一发是很痛。哦，这个团战完全是卡萨一个人直接赢下来。他是盾了尼诺进去之后。 替你牛进行盾眼，然后踹了两个人，把米雪踹的同时，把 Score 给击飞哦。这个真的是硬操作，个人有嗅到，有嗅到。448理性果然是不一样，就是3呢。对不起，我还想好久，我知道我还想好久，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想这是哪一个一，然后中文里面很多一。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中路要出事了。中路迷蛋，砸在迷蛋上，迷蛋开启反噬漩涡，前方要扛哦，看起来怪怪的。这边再放，只弹起尼诺，但是所有城市就把血量拉了起来。 就会再推到卡萨，再被勾到，但是水没解到，被冥府作为握住之后，面更不上啊！李信，格雷夫喷出了大绝，哇，这边米蛋先倒下，坦克倒了，所以 Fireball 有没有想要去做追击？就是能拖到后期队友其实不多了，因为可能前期就一波被带到非常撑不住的地步去了。他们前面真的抓到 Maple 好几次，哦，咪咪蛋被当打点了，一直被勾，然后但是后方 Maple 被推到了。 强攻击把他敲起来，这时候Maple 是没有输出的，这边再放只敲血尼诺一个，再闪亮难打难打。侧边李信 Q 没有命中啊，但是心有晕到了尼诺，尼诺看起来要倒塔了，没有他的护盾拉起来，哇！所以这是这个血量想要回复的时候，还是被 Betty 给打掉。Betty 现在拿出一个双杀，还在往前，哇！为的是闪现上面硬收龙兽啊，卡萨是要来拼重击喽。 王水剑这边下来，有点早出手吗？不会，巴龙剩下2000多滴，应该是可以吃掉，没有问题哦。拿下这条巴龙，同一时间，下方的云虎巨龙也要让给了闪电，他们在等 Maple 回来，哎，等 Maple 重生啊！哦，等他活过来，大家都有 buff 了，人人有 buff 链。再来看一下这一波，这波我觉得开场的话，其实尼诺这边抓得很好，就是其实他灌一波的话是蛮有可能把这个秘密单直接给灌残的、哦，然后Mission后续的推也做得不错、哦。 然后这里的话，你看蛇蛇的绑，哎，其实只绑到一个人，大绝用掉了。这样，我觉得后续这一波进场的话，原本以为要打赢，但这边看一下 Karsa 的操作，就是 Karsa 进去吸了非常非常多的伤害。哇 ，Betty 好痛哦！这里我觉得 Scout 其实不用绑 Karsa， 我觉得啦，我的理解是说你就一直扣着你的大绝，你就想打一定会赢哦。对，你应该还是想打吧，对不对？ 那 FB 这也聪明，哎，不打，我等嘛，我等就好了。小鹿被有点尴尬，系统再退回去，血量瞬间就没了，啊，不见了。而且侧边在6秒区，米蛋是绑到了，米雪毕竟是开清的哦，所以甚至来不及把血量拉起来，米雪倒下了。虽然说冒牌倒，但是现在卡萨看起来是要哇1T2。强动你把它敲起来，红方手已经到喽。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接啦，对不对？我的锅，我的锅，不是你接，你打了，开了，八龙开了，打得很快，超快，双火一吐，超快，双火一吐，直接花水箭开战 ，FB 开战啊！不要怕，不要又被闪电狼绕，开战啊！两条火龙再加一股巨龙飞天，对，是直接是个双龙哦。哎，这边是直接阿萨，Mission第一回，Mission只能按金人，要躲过这下致命绽放，躲过再脚闪现拉开距离，血量有点低，但后方 TP 已经亮了起来。你若只能往后撤退，这不敢打啦 ，FB 不太敢打哦。你选的状态不是很好，最后听到尼诺开起来华丽谢幕，一发射在后排身上。这尼诺怎么看起来？哇，762伤害，他六波盾拉回一点血量。Wind 还在后方蹲了，有帮忙求过，躲过这下虎啸龙吟开始撤退。 看起来没办法撤掉哦 ，Win 直接后面去单打 Betty 对吧 ？Win 不是这样对啊 ，Win 想要去护人已经拉走了，反而是自己为自己的危险，天使甲被打了出来。这个太冲动了，哎呀，好冲动的。我们之前40秒，跟这边的话跟这个 Win 差5秒钟。对，哎，我觉得换头感觉不太重要。现在看一下这个盾甲啊闪，把Mission给踢了回来。对 ，OK， 这里可以拉了，可以拉，直接取消掉。 这波不拉，没事，说不拉就不拉。哎，这个下来我就不对啊，下来马上交闪，为什么不直接取消呢？哇，可惜是这个有点可惜，不拉踢掉了。最后一发762，尼诺翔也是略残。这时候看一下 Wind 想干嘛？我觉得比较好奇是，他这时候应该是想要利用这个 Q 回火，其实有机会收掉。但我想问的是，收掉之后你的霸王去换掉，这样值得吗？他一定死的。 对，这个因为他换掉一定死啊，对吧？他死了之后，他身上是有 buff 的，感觉没有那么赚。值得，我就哇，这里果然是打死。镜头一回来，带到远处去哦。哦，这格雷夫位置怎么啊？因为 Wind 他从家里跑过来，时间不够，剩下3000多滴应该是撞不到了。这一波不怕水电砸在李欣身上，但是其实还能打，就算对方是远古巨龙，他们都还能打，他们要记得这一点。哇，勾到迷一代，天使还没打出来，这一波爆发，而且Maple好惨，卡萨是被名古座给握住，但还是抢到了远古巨龙。那没关系，这边的话倒弹了，可以赶快推。哎 ，Unify 怎么没有人帮弹 ？Unify 位置 ，Unify 这手，哎 ，Mission 就吃到最后一发了，直接算你就算来踢人。哇，我觉得龙兽又找到机会推了，我觉得应该直接打，要直接打了，因为龙兽这时候在中路推塔了。 这边应该要果断直接打，他们现在打这个双火龙真的非常的强势。好，节目开始，最后一点血量，哦，可以拿到了，赶快逼回家，该逼回家了，现在闪亮就是要断你回家。尼诺，哇，直逼到往前跑，会不会掉人头的出钩？没有勾到，中塔掉了，兵也危险哦。而且卡萨还蹲在草丛边，大脚一踢把尼诺踢回来，自寻不必争了。回家 ，Fireball 想回家回不了啊，好想回家，妈妈，我想家了。 哇，兵也掉了，勾到回去的，这不被盯到。Mission 这个位置被盯到了，我们显得好惨。卡萨同闪撞墙，但是没关系啊，他有这个复活甲，他还是会起来啊。这主板要爆了，主板推完了，上面兵符主握掉了，赶快回家吧。再断人家回家时间了，主板上面还有一点血量，哎，Maple没有点他。10万了，22比19的人头差，中塔掉了，要反推。李信在后面要开踹吗？ 他自己还带了3只狼，对，还带3只狼哦，狼本，带着狼本来了，哦，要开踹，要踹谁？有点位置危险，直接一条被秒掉了，打出一个刷档之后，名单会长昨天开始反击，没有伤害，都被吸掉了。尼诺前排看着走不掉吗？勾了墙壁，但是被飞盾给绑到，走不掉，只能闪上去，致命绽放，看见把 Wind 给弹起来，配合上虎啸龙吟2段伤害。 Score 这边名辅之后绑出去，但是只剩他跟尼诺，应该没什么救了。Wind 倒下，尼诺也死了。哇，看起来要重生，要结束比赛了吗 ？Score 也倒下了。尼诺这个传送传小兵，死前最后挣扎。哇，这样子的话，比赛真的要结束了。这看起来比赛对一个守5个，有点难哦。嗯，当然 ，Mission 他曾经的队友开 Win 曾经守下来过，拿了个护国神牛。他这边看了护国朵拉打法。 哦，在旁边蹲，看有没有办法蹲一个。如果可以单收掉，现在在击球哦，一颗球，蛇相应的第这个一砸上去就出了命哦。保龄球闪现上去，没有中，哎，有直线吧？哇，2个大猫 Q， 这守住吗？守得住吗？守不住？18秒，18秒，16，15。看一下 Unify 快回来了，哇，但是我觉得 Unify 1守3有点难，他比较没有爆发性的伤害，主网可能要爆炸了。尝试做一波。如果刚刚他是可以把杀掉两个人再拉开的话，或许有机会守住。对，哇，明显这一波已经很漂亮了。哇，水箭出手，但是挡不住这主堡，只有60分钟。两边都打到最极限的位置，